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射到了，他会来杀我。Oh my god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啊！老头的方舟连载终于一个新的系列要开启了。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呢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方舟 DLC 灭绝，也就是方舟系列以来最后一章啊。我们这个方舟的剧情呢，啊，就要在这一章的 DLC 里面做一个完美的落幕，完美的完结。那么呢，剧情之后会怎么发展呢？其实呢，老头还蛮期待的啊，期待是他最后到底谁才是真正方舟的主宰者。我们经过了最原本的嘛，那个中央岛嘛，然后再来就是焦土，再来是异变，再来是最后这一章灭绝哦。我们经历这么多，虽然老头没有什么在看剧情，但是呢，能够知道的是说，方舟其实就是每一颗行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，算是一个区块吧，算是一个外星人在掌控的一个实验品。哦，我们都是实验品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好像也不算是人类，我们好像算是，被改造出来的，算是新人类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在异变里面那只 BOSS 啊，异变里面最终 BOSS 好像才是真正的人类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所扮演的也不是我们这些人类的男主角，哦，也不是男主角，也不是人类的主角，而是算是第三者吧。那你在捡到那些探索者笔记的时候，你会捡到一些那个忘记那个女生是谁了，哦，有一个女生的笔记，那个笔记才是主角啊，啊，那伴随着主角来到了这个灭绝啊，以及就是我以第三者的角度来探索这个世界啊，最究竟呢啊，我们这个结局呢，到底会怎么样呢？好啦，其实也不想讲太多了，讲太多大家应该也等不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开始好不好？哇，灭绝！哎，这里是沙漠地带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好酷哦！这里什么声音？完蛋了！我不祥的预感，有人在咬我，是不是？哦，赤蜥！一来这个地方，赤蜥就烤我。哎，这个血条模组还没更新，不能用啊！哇，马上就有这个龙哥啊！我要死了，抱歉，准备换图。哇哦，这里，我们这今天第一集就找一个安全居所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这一集啊，今天就比较简单一点，反正顺便让大家看一下地图周遭。哦，然后这怎么什么载浮载沉？哎，巨合理耶！哎，好久不见了，合理哥，又是您啊！啊，对，忘记跟各位讲了，这一次地图的这个设定，背景设定是在地球。好，我们回归最原始的地球，然后地球已经被毁灭了齁。那这个地球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创造出来的呢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哦，不过这地方好安全哦，没有东西耶，我们在这里盖家好不好？然后这边还有奇怪的水晶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声音？怎么是听到奇怪的声音？奇怪的声音打哪来的啊？这什么？哇，目前还是英文呢，是拿来刷什么东西的、啊？然后这又是什么东西？都没有说哎、欸。好啦，各位兄弟们啊，经过漫长的时间，老头呢啊，使用了一些哥们儿。终于啊，把这些东西该做的东西都做一做了。那么呢，我知道大家想要看的东西是什么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呢就是马上呢弄了一只阿根廷的巨鹰啊，我们准备要去外面看一下这一张新地图到底多了些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各位期不期待啊？我老头也蛮期待的，好不好？不要不啰嗦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往上飞看有没有出口啊？我们试着往上飞看看，对啊，明明就可以上去，在洞穴底下实在是太沉闷了，啊，是时候该啊离开这个地穴了，是吧？你看一看，哦，这里那么亮，
哦，为什么卡住了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黑科技文明，哇，超酷的！继续往上，哇，我们上来啦！我突然比较想要在这地方生活，我不想在地下了，在地底下实在是太虽然很安全啦，不过感觉很母汤啊，有一点热，你应该找个凉快的地方待一会。哇，这是什么气候啊？有一点热，写什么？肚子饿上升什么之类的，你猜这边是哪里啊？我又下来了，该不会什么拿神器的洞穴之类的吧？哪边啊？哇！我又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又回来了。九弯十八拐的地图，但不爽，林北要上去，我来管你热不热，不会死的，你放心，绝对死不了的。哇塞，我看见了什么？没有血条，现在什么都看不到。哇靠，异变的龙欸，这什么东西？我趁他们不注意，稍微摸一下好了。他们在互相攻击，就是拿来制作什么东西看，来不及看，这太夸张了！天啊，这能不能抓啊？哇，他们会主动攻击！哎，他们就是主动攻击哦，不是吧？天啊！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血量多少，拿到了我没有看过的东西。哎，什么鬼啊？好像是一座飞船的样子，空的飞船。然后这边居然会有死神国王，而且还是，还是那种。被感染的死神国王，欸，他不鸟我，欸，完全不鸟是怎样？有他鸟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的血是多少啊，这就很难判定我打不打得赢的，在不知道血量的情况之下，非常难以判定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好像是一种感应器的那种感觉。可以攻击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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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超过结界你就喷了。哈哈哈！这什么？欸？居然！而且还特别多，这不是那个之前那个执法者吗？把它咬掉可以拿到什么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要被追杀了！哈哈哈！哇，这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 那可不可以抓啊？这家伙到底能不能晕？表示想抓，有中吗？嗨，你好，让我摸摸。完全射不到，欸，异次元哦。还是我们改那个晕眩弹好了，好不好？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装填晕眩弹？
为什么？我要装晕眩弹，那不给装，只能补血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晕眩弹是假的，就对了。好吧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、欸。哇，他把我们全部杀光了。那货去哪里了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射到了，他会来杀我。Oh my god， 瞬移！我会死会死。哦，这家伙会射鱼，不用玩了。啊，这里勾起下面，把揪。哎、欸，李贺，他应该不会射上来吧？是吗？小飞船，我们应该先看一下是不是野生的啊、哦？他连野生都没讲啊，就这边慢牛翱翔。我们先看他是不是野生的、啊，如果他显示他是野生，应该是可以抓。哎、欸，他野生他是可以抓的、欸。什么声音？啊来嘛来嘛啦！你在观察我吗 ？Hello， 观察什么东西？你想被揍是不是？我的望远镜照他，没有血条，也没有血，他这完全不能抓，他只是被观察而已。Discovery 是不是？你是不是 Discovery？ 射不到。有了，完了。首先我要看他是不是哦，干，晕眩不能。好了，我要死了。大家再见。嘿嘿，这不是影片那个肥虫虫吗？他在吸什么？哈哈哈！啊！哦，膨胀了，膨胀了，膨胀了！他要干嘛？他干嘛？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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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怕不怕晕？哇！射一下飞起来，肥虫虫，有加晕眩，这个可以抓，太棒了！但是我要排除万难，他现在被干扰，我们救他。他现在被咬了，我们来救他。你是一只会飞的肥虫虫，所以好了 ，Don't worry, Don't worry， 我来了，把你带回家好不好？虽然我不知道你吃什么东西啊。看，大哥啊，你这样子飞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抓你啊。嘿，听话听话，被射盲飞起来。啊！别，这超可爱的、欸，挺可爱的、啊，我觉得。他吸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同类，居然有同类啊！我靠，他喷什么东西？鼻涕吗？我看到那只去了，在这里。嗨，你好，肥虫虫。怎么还不晕啊 ？No， 飞走了，到底会不会晕？还好这边都和蔼可亲，很可以。嘿嘿嘿，别跑啊！你要去哪里啊？其实要说好抓也不好抓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见了，去哪边了？是这一只吗？我挺好奇的，哎、欸，没有血条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啊！没有血条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，到底是哪一只是哪一只啊？这一只、欸，没有错是这一只，他快要晕了 ，None。好可爱哦、喔！被射的时候弹一下这样子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。
可是那边有一只执法者，我在想说执法者要不要把他干掉？他会不会攻击我啊？主动攻击我应该是不会吧？他连野生恐龙都不会主动攻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你好，没事没事，这家伙来头可不小啊！他只打异变的恐龙哦，他只打被感染的恐龙哦。这叫吃什么？放入食物果实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叫吃果实哎、欸，我们要抓到它了！哈哈哈，这英文名叫什么啊 ？Gas bag，Gas bag， 不知道。蛔虫虫，哇，毛毛虫。还在打呼有没有？啊喃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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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乖起来，乖乖起来，我可爱的宝宝贝哦，还蛮可爱的吧？你看，烧北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超级像外星人的，我们直接把案丢给他，他套上案长什么样子？我靠！原来他的按在卡车后面哦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等下先给他吃个传送门。哎，对，哇，这居然一抓起来就有3000的负重哦！大家怎么起飞？跳，这是跳。哎，不对啊，你的按是摆在后面，可是我却坐他的头上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这设定上的错误吧，还是说到后面可以坐别人？你干嘛？后面可以坐别人吗？乘客，你果然是后面可以坐别人啊！呵呵呵，还要怎么飞？我们右键是在吸什么？唔知。空白键是飞起来啊、哦！我懂了，喂！可是很耗体力就对了，很耗体力啊。右键是吸气啊、哦，而且你自己看这个右左下角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看没有？左下角有一个标记啊、哦！哇，变超肥！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肥虫虫，哈哈哈哈。哇！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！啊！一个噱头，哈哈哈，也摔不死吧？靠呗，摔得死！不要！大大，求你了，先逃跑再说。哦，不怀好意啊，这里。是怎样？这上面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没有体力了，要休息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家了。干，这实在太好笑了。OK， 先放到这边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灭绝差不多先试玩到这边结束哈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呢，记得左下角按个喜欢，右下角按个订阅啊，或者在下方留言说出你们的感想，又或者是把影片分享出去。啊、哦，那也可以在我这个 NoNo Life 呢，按个追随，老头会不定时在 NoNo Life 开方舟直播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一同前往，好不好？那么很高兴这位很高兴各位呢，今天陪到这边啊，我们下一集呢，啊，这个方舟灭绝再见面了，拜拜。